位与儒家的社会责任，在老子体系中本就有着不相排斥的并存现象，因此表现在合著之作中亦有此一并存现象。此一并存现象并无理论上的必然排斥性，只是就哲学理论的主要显现形态而言，老子之学表面上似有排斥甚至仁义之词，实则是以上德不德的境借来彰显真实的甚至仁义，所以在无为的价值感中已预设了甚至仁义的社会道德意识，但在理论的表述中则突出无谓的价值观位，其主要观念九合著之继承老子社会政治哲学观而言，治国原理是一社会哲学的问题，其所处理的是人际之间的活动，人际活动的目标乃决定于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依于本体论命题所定者，和著所继承的老子的价值观念是无谓的本体论命题，故而论于治国者即以把握无谓价值为其主旨即可。小于无用第十一大于老子三十弗共一古合著古者车三十弗法乐术也，共一古者古中有孔，故众弗共凑之之至深者当除情去欲，使五脏空虚，神乃归之。治国者寡能，总众若共扶强也。此著中之言于治身治国之义理同前主，即为义无畏胸怀的智慧掌握，掌握住之后亦将产生积极有效的理想社会效果，因此寡能是一个不得的姿态，其效果是让所有的人一起共同努力，从而造成理想的社会。小于仲德第二十六大于老子轻则失成，合著亡者轻盈则失其成，至身轻盈则失其精，老子躁则失君，合著亡者行躁即则失其君位，至身躁即则失其精神，言于亡者即言于治国之道者，轻盈与躁即是一个与无谓价值相对立的生活态度，在社会事物上即产生不良的结果，在身体为护上亦产生不良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论于自身的不良结果，以身体状态说之，身体状态是一个宇宙论进入的知识描绘，失其精
及失其精神都是与咒论问题意识下的观念，也就是说同一个无畏的态度在论于做法时是治国与自身同意的，而在论于效果时治国则产生社会效果，自身则产生身体效果，也就是说生活价值由本体论决定，治国效果则从社会政治面说，而自身效果则从身体面说，以及是从宇宙论进入的知识项目上说。这就是和注中对老子自身治国一义的理论结构模式。因此在方法论的考量上，本体论的价值态度与宇宙论的知识使用是可以并存的，即本上是本体论的价值态度在决定宇宙论的知识使用的。这就是和注中对老子本体论的继承与他自己的宇宙论知识建构在方法论上的合构之所以可以成立的基础。小于无畏第二十九，大于老子无见其不的意。合著我见其不的天道人心以明矣。天道恶繁浊，人心恶多欲。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畏也，或作不可止也。何著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静，不可以有畏之。老子畏者败之，何著以有畏之之，则败其直朴。何著对天下神器以人物解之，实则非也。神器即指天下，天下是最特殊的事物，是不可以以有畏之思心对治的，应以无畏之心认真静心的治理之。何著对处理神器的态度以无畏说之，此解即是对待天下神器，即是治国之事。何著在此又完全依照老子本体论的无畏价值解之，此解即是小于仁德第三十五，大于老子用之不足，即何著既敬也未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无有计敬之时也。治国的效果以社会政治面说之，治身的效果以身体结果说之。本体论的价值原理为主导，分别落实在社会政治哲学及宇宙论知识项目中，此即合著的理论结构模式。小于同意第四十一章，大于老子终是文道，若存若亡，
何著终是文道，至身以长存，至国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见财色容欲，或于情欲而父王之也。至身效果以身体与咒学的寿命长，存说之治国效果，以社会现象的天下太平说之操作原理，则都是无谓的假。执态度以及对财色荣誉以及情欲的否定，以及同样的无谓的本体论的假执态度，使用于宇宙论问题的身体状况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历史结果中，小于偏用第四十三大于老子无谓之意。何著法道无谓，至身则有益于精神，治国则有益于万民不劳烦也。老子天下希及之。何著天下人主也，希能有机道，无谓之至身治国也。本章哲学问题之方法论意义痛前章，小于历届第四十四大于老子可以长久，何著人能知止知足，则福禄在己，至身者神不劳，治国者则民不扰，故可长久。本章义理问题亦相同，小于见远第四十七大于老子不亏有以见天道。何著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人君清静，天气自正，人君多欲，天气繁浊，吉凶利害皆由于己。本章及前言所谓之以天人相感的宇宙论之使命提来讨论治国问题之著文者，天人相感之学的理论意义是在于对于人身的处理，其效果将直接发送到自然世界的天气气候效果中，这个对人身体的处理的价值根据人是继承自老子的本体论命题的及无谓的价值的，故而是以清净及不多欲说之。这个处理的原理在其效果的发送中展现在整个生活世界的自然气候现象上，这个自然现象当然又是会进入社会政治效果之中，这当然还是一个治国及治身的原理的应用，只是这个应用的理论范围涉及了人与自然世界在气化世界观的结构互动，这个天人相感之学是董仲舒理论的主要特色，因此也是一个秦汉之际以降的共有的哲学观点。
关于天人相感之学的理论可能问题和著中并未有所发挥，只是就直接使用它了。这个成立的可能也是一个气化与咒论的知识建立的效力问题。气化与咒论的知识建立能够成立这个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命题，即有成立可能，要追究的只是中国哲学史上对于这个天人相感知学的宇宙论知识建立的精确度是否对此一现象的认识已达到一较高的程度。九，小于纯德第六十五，大于老子古之善位道者，非以明明将以愚之。何著说古之善以道至身及治国者，不以道教明明治巧诈也，将以道德教明使直朴不诈伪。本章言使直朴不诈伪，亦为一无谓的价值态度，是以此一共同的价值态度处理治国及治身之事，即以本体论的原理处理与咒论的知识项目及社会政治问题者。再谈完了和上公助老的治身治国原理的方法论成立可能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即要直接处理和著中最具特色的人体宇宙学进入的功夫哲学问题。这当然同时包括了他的人体宇宙学及以之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知识性观念。六，和尚公助老的人体宇宙学进入的功夫哲学。和尚公助老之作中就其作品自身的理论开发部分者，即为此向其意味建立一个对于人存在身体的宇宙论知识，并就此一知识系统进行身体存在状态的改进之道。此即人体宇宙学进入的功夫哲学，此一功夫哲学之改进之道中有一个方向性的目标，此一目标即一长生久寿之道。长生久寿作为一种具有意义性的生存目标背后，是有一个价值指引的，即以己身之存在之维护为主旨。此一主旨又配合和尚公助老的治国之道，即是一无为的胸怀的本体论原理，亦即以长生久寿为身体修炼功夫的目标性原理的根据，是依据于无为的本体论原理。五，为的本体论原理在人生目标上的落实，即是追求身体健康
长寿为第一要务。至于要如何追求，则需要具体的知识。以为凭据，此集和尚公著老中言，明知人体宇宙学。换句话说，宇宙论的知识内涵不决定生命主体的活动方向，生命主体的活动方向由价值观决定之，价值观乃定，亦于本体论哲学的命题中有了人体宇宙学的知识，也可以不从事长生久寿的修炼功夫，但当长生久寿的生活目标由价值观定之后，则需要从事修炼活动的知识依据，此一知识发展于秦汉之际，和尚公著老之作中语以明确化此一生命活动的方向和意，与老子的无畏本体论合著中则直接予以结合。以下我们则将一一检视表现在合著中的人体宇宙学的知识建构的注文。小于体道第一大于老子，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合著名无欲者长存，名有欲者亡身也。老子痛谓之玄，合著玄天也。言有欲之人与无欲之人同受气于天也。老子玄之又玄，何著天中富有天也。领气有厚薄的中和滋业，则身圣贤的错乱侮辱，则身贪淫也。老子众妙之门，何著能知天中富有天，领气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谓之道要之门户也。作为人存在者，以气秉之厚薄而有生命状态之差异，其中中和是义理想状态，错乱则不理想，但是这状态是可以改变的。此即借由生活方式的处理，除情去欲，则可调理使达至中和之状态。本章之注文中表示出对于人存有者的性情命运的知识认识之途径，即是一个气化身体观的认识途径，同时对于人存有者的性情命运的改进之道，亦是从一个气化身体观的进路进行改进。从本章注文起，和尚公著老即逐步建立人体宇宙学的知识架构，进而在这各知识背景上进行改进身体状态的功夫活动。也就是这一个知识建立的面像使得和尚公著老
之作取得了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即是一个人体与咒学进入的功夫哲学的理论建构者身分。我们在哲学史发展上对各家哲学体系的研究，乃就其有创造力的面向而言，当然这个创造意必须是在于学派脉络之内的继承创造的关系和上公助老的真正哲学创作，即在于此一人体宇宙学进入的功夫哲学的建构。然而它也有哲学命题上的学派脉络的继承，此即老子哲学的本体论原理，小于虚用第五大于老子天地之间，何住天地之间，空虚何起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皆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之也。何其流行是与咒论进入的言说，言说于世界存在的物质情况，万物自生是一个本体论的论断，只是点明了万物人在何起流行的结构中的事实，而其自身是言说者，万物存在于何起天的知事实中时，本体宇宙论的道并没有特定的目的性规范着它，但这人不意味万物能不受宇宙法则管理，宇宙法则即此一和其结构，万物人必须依据宇宙法则而求其自身存在之理想性，此即由宇宙论的知识而得知的除情欲皆滋味，清五脏，如此则身体存在中的气化结构乃得以自求达至何其的理想状态，而得长生久寿的生活目标。从方法论考察而言，在道家哲学体系中，对于道体的自然无目的性的本体论设定的规范下，是不是整个存在界的所有存有者，就一定是在一个没有规范管束的环境之中呢？实则不然，这个管束其实从与宙论的宇宙法则中又出现了，何其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不能处于何其中的状态，即是不理想的，求道者必须追求一个何其的状态，这又成了一个约束，一个规范，一个知识见证下的智慧态度，智慧与否也成了一个有要求力量的压力。它的知识性基础是宇宙论的知识性命题，即是一个气化宇宙论下的何其结构，小于成像第六大于
老子古神不死，何著古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神为五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肾藏精，脾藏志，五脏尽伤则五神去矣。老子是谓玄牝，何著言不死之道，在于玄牝。玄天也，于人未鄙，牝的也，于人未口。天时人以五气从鼻入脏于心，五气轻为胃经，神聪明，因生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与天通，故鼻为玄也。的食人以五味，从口入脏于胃，五味浊乳，胃行骸骨肉，血涌六情。其鬼曰魄，魄者此也，主出入人口，与的通，故口味牝也。老子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何著根源也，言鼻口之门，乃是通天的之元气所从往来也。老子绵绵若存，何著鼻口呼咳喘息，当绵绵为妙，若可存，复若无有。老子用之不勤，何著用气当宽，书不当急即勤劳也。本章集和尚恭祝老之人体与昼学之知识性建立之章节，此处之神指其作用的良能，落实于人生五脏中，说此良能以魂魄神经治说肝肺心肾脾，人身脏腑多矣，亦皆缺一不可。此处之知识性建立，实有彼腹之缺失，此非重点，重要者在天地玄牝鼻口气，谓之结构。此一结构已定，则人体与昼学进入之修炼功，夫即有根据，即以鼻口作为通天的气，谓之输入管道之时，如何用气，如何引，食即有要点，用气即饮食，即处理人生存在的修炼功夫之是其最终目的是借由与天地同气的作用而达至身体存在的理想状态。鼻口呼咳喘息，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无有，用气当宽舒，不当急即勤劳也。即此意下的具体操作方法，宇宙论进入的修炼功夫皆是有名却直接的知识性操作方法的，不如本体论进入的心理功夫有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笼统。这是因为宇宙论的命题本就是知识性的，知识性的命题有着精粗实物之别。
是可以有明确的对错判断。本体论的命题是一观念性的命题，观念性的命题决定于体会者自身的境界，就操作结果而言，没有明确的对错判断。宇宙论的命题既有对错之别，则其简证知道即已清楚，即实质的进行身体的修炼活动，而以身体反应的结果作为实证的判断。此中当有更多的过程中的细节，或可再做更精细的知识界定，以发展其理论的清晰度，或在实证过程中发现知识性命题的错误而进行之时的改正而重定价构，或走入师弟子间的私密传授之路而致知识的传统断绝。无论如何，当我们从事理论研究之时，我们要追究的就是这一套知识性命题的架构系统是否清楚明确且具一致性。至于这一套系统在经验的检证下的真实度问题，那就已经是一个功夫的问题，而不再只是一个功夫哲学的问题了。小鱼能喂第十大鱼，老子载营破何著营破魂破也，人载魂破之，尚得以身，当爱养之。喜怒亡魂促经伤破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抚人肝肺，故魂静至道不乱破安的寿延年也。魂魄为肝肺之作用的良能，应静安以求其长寿延年。具体做法即为不过度喜怒及促惊，亦不适时美酒甘肴。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皆的有明确的操作知识的交代，即如本文之所述者，这是因为宇宙论的命题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性的命题，故而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命题集的有明确的操作知识的交代。这是不同于本体论进入的功夫活动的操作模式的。本体论进入的功夫以心法对治处理的是意识意念的态度，没有明确的章法，可说是在人际互动中的动态掌握，只有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才能准确地说出情境中的要点，即如《论语》言人、孟子言义的义理，皆需诉诸于诸多社会状况的灵活转变。
小于简玉第十二大于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何著贪淫好色，则伤精失明。老子，五音令人耳聋。何著好听五音，则何其去心，不能听无声之声。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何著爽往也，人事于五味，则口亡言失于道也。老子，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何著人精神好，安静驰骋呼吸，精神散亡，故发狂也。老子，是以圣人为父。何著守五性，去六情，节志气，养神明。本章所有修炼功夫的语句皆指向要节制感官活动，亦皆是针对身体精神状态的保养之道。此即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小于巧用第二十七大于老子，善闭无关，见而不可开。何著善以道闭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门户有关见可得开。本章言闭情欲，守精神者皆未完足自身的和气状态，即是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小于反哺第二十八大于老子，故大智不割。何著圣人用之，则以大道治愈天下。魔所伤割至身，则以大道治愈情欲，不害精神也。本章一谈治愈情欲，不害精神，亦理痛前。小于便得第三十三大于老子，自胜者强。何著人能自胜己情欲，则天下无有能与己争者，故谓强也。老子，不失其所者久。何著人能自节养，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气，则可以长久。老子，死而不亡者寿。何著目不忘视，耳不忘听，则无怨恶于天下，故长寿。本章言慎己情，欲善自节养视未饱足精气，精气受之于天，以和其状态，为其修养之道。此皆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小于望之第四十八大于老子，为学日益。何著学为正教，礼乐之学也。日益者，情欲闻事日以益多。老子，为道日损。何著道谓之自然之道也。日损者，情欲闻事日以消损。老子，损之又损之。何著损之者，损情欲也。又损之者，所以见
去之也。老子以至于无谓。何著当恬淡如因而魔所造谓也。老子无谓而无不谓。何著情欲断绝得于道合则无所不失无所不谓也。老子取天下常以无事何著取至也。至天下当以无事不当以劳烦也。老子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何著及其好友是则政教繁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本章言修道集损情欲损情欲是针对身体存在的良能之需求而做的功夫他在观念上的指导是无谓的价值态度亦即以本体论的价值命题作为功夫的奇象而已宇宙论之事所指向的结果作为其功夫追求的目标已无为做价值目标而落实在身体的调理及健康长寿的效果上这即是以宇宙论知识为前提的功夫小于贵生第五十大于老子出生入死何著出生为情欲出于五内魂境破定故生入死为情欲入于胸亦惊劳神惑故死老子生之徒时有三死之徒时有三何著言生死之类各有十三谓九窍四关也其身也目不忘视耳不忘听鼻不忘嗅口不忘言舌不忘胃手不忘持足不忘行筋不忘失其死也反是本章言护身之道在于生命能量的保存亦即感官之能的运用切莫过度此项观念的目标在保存生命操作的方法在节制感官的欲望即是以身体宇宙学的知识作为功夫活动的理论根据小于归元第五十二大于老子开其对何著开目视情欲也老子记其事何著记亦也亦情欲之事老子终身不救何著祸乱臣也老子复归其名何著复当反其光明于内无始精神谢也老子无疑生殃何著内事存神不为漏失老子是为习常何著人能行此是为修习常道本章言感官之能的滥用及情欲的发泄此将导致祸乱
应收回欲望，不漏失精神才能，避免灾殃，此为修习常道之要点。此修道观念未基于对身体存在状态的知识基础，即为一身体宇宙学知识进入的功夫观念，小于悬浮第五十五，大于老子、韩德之后。何著为韩怀道德之后者也。老子比于赤子，何著神明保佑韩德之人，若父母之于赤子也。老子谓之聘母之和而缩作今之至也。何著赤子谓之男女会合而因作怒者，由精气多之所至也。老子终日豪而不雅，何之至也。何著赤子从朝至暮啼号声不变，亦者何其多之所至也。老子之何日常，何著人能和气柔，若有益于人者，则谓之道之常也。老子心使气日强，何著心当专一，何柔而神气实内，故行柔而反实妄，有所为则和气去于中，故形体日以刚强也。本章言因而及儿童的精气完足及生命能量充实的状态，是人所现求者，以小儿的生命状态为修道的追求目标，即是以身体状态的理想化为目标。身体状态是一个宇宙论的知识项目，这整个观念系统是一个宇宙论的知识系统，从身体宇宙学的知识中得知和气状态是其中的最理想状态，追求和气即进行心理状态的调理，心思单一和柔则能得神气时内的效果，故而操做身体状态的功夫，亦是一心理进入的活动。在这个义理架构上，身心的活动被载入同一结构之中，当然此时之心理专一的活动是直接对准身体状态的效能者，人是一个针对身体的心理活动，此一专一的心理活动与来自本体论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和尚公助老所继承的老子本体论的无畏兄怀是与这套宇宙论进入的功夫活动搭配着的，无畏作为价值选取的心理活动，专一于心气状态是作为处理身体存在状态的心理活动。这两种心理活动的义理面向人是不同的，这是一个
方法论问题的理论。区分小鱼首到第五十九大鱼。老子莫若色。何著色爱惜也。治国者当爱惜民财，不畏奢泰。治身者当爱惜精气，不畏放逸。老子夫为色，是谓早服。何著早先也，夫的也。夫独爱惜民财，爱惜精气，则能先得天道也。老子有国之母，可以长久。何著国身痛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气不劳，五神不苦，则可以长久。老子是谓生根，故地何著人能以气未根，以精未地，如树根不生则拔，果地不坚则落，言当生葬其精，无始漏泄。老子长生久世之道。何著生根固地者，乃长生久世之道。本章言喻的天道应爱惜精气，不使放逸，这是因为身体存在是由天的精气而使其存在的，故而以气为根，而不在感官活动上。过度耗逸则是固守生命之源的方法，这就是以精气为身体存在依据的宇宙论知识所导引出的身体修炼功夫的义理格式。小鱼首为第六十四大鱼。老子其安一池。何著治身治国，安静者亦守持也。老子其谓赵义谋。何著情欲祸患，未有行赵时亦谋止也。老子其粹易判。何著祸乱未动于朝，情欲未动于色，如脆弱易破除。本章言情欲是败身惹祸的根源，应于其上微弱时极，自行于以静志。小鱼爱己第七十二大鱼。老子无厌其所生。何著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脱空虚，喜清净，饮食不节，呼道念色，邪僻满腹，未乏本厌神也。老子夫为不厌，是以不厌。何著夫为独步厌精神之人，喜心浊垢，田薄无欲，则精神居之不厌也。老子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何著自知己知得失，不自显见得，美于外，葬之于内。老子自爱不自贵。何著自爱其身，以保精气，不自贵，高荣名于世，
故去必去次，去必自见，自贵取此自知，自爱。本章言过度饮，时机好色都是摇动精气的祸首。精气是维护生命的根源，会消耗精气是假，直观上好明真实的结果，在价值观上先固定在无谓的境界中，在生活上即能不过度追求感官享乐，即可保精气之完足，则是爱身知道。这些都是基于对身体存在的宇宙论知识的爱身之道。小于戒强第七十六大于老子人之身也柔弱，何著人生含和气抱精神，故柔弱也。老子其死也坚强，何著人死何气节，精神亡，故坚强也。老子万物草木之身也柔脆，何著何其存也。老子其死也枯槁，何著何其去也。本章言生死之间即是何其的存去问题，故而保存和气则是爱生之道。以上是和尚公助老的人体语宙学及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观念系统及其方法论问题的反省，其中对于人体宇宙学的知实践构四人粗书，旨在点明由精气构成人生的事实。至于其功夫路数，则由本体论的无谓价直定出方向之后，即以健康长寿为目标，此一目标即立足于精气人生的人体宇宙学知识来进行饱足的修炼和助对于人体宇宙学的知识建构问题中，令涉及体系形态的理论问题者有二。其一为关于鬼神的知识性建构的问题，其二为关于修炼目标的长生久寿或长生不死的问题。下结论之七，和尚公助老中对鬼神存在的知识定位问题，和尚公建立人体宇宙学，也建立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也继承老子无谓的本体论思想。除此而外的哲学问题即非他的重点，在全解老子文本的时候，出现了对于鬼神问题的言辞，却使他的理论出现了体系的问题。而何著其实是没有妥当的处理的。鬼神是他在世界的存有者，鬼神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宇宙论的问题，有鬼
神存在与无鬼神存，在是宇宙论之世系统中的重要主张问题，因为它将影响到哲学体系的许多相关问题的主张。鬼神存在对本体论的价值主张及功夫活动的理想境界主张都有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道佛两教对鬼神存在问题是有重要主张的，并皆以之为体系内的理论问题。和尚恭祝老之作中延续老子文本对鬼神概念的使用而予以注解，在知识的立场而言已经预设了鬼神的存在。那么和著中的鬼神概念和他的哲学体系有何关联？他如何定位？有没有严重的影响他的体系的主要形态？这是本节要讨论的理论问题。以下即针对和著中使用到的鬼神概念的著文进行义理的检视及方法论的反省。小鱼须用第五大鱼，老子天地之间，何著天地之间，空虚何起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皆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之也。何著原为处理人体宇宙学的宇宙论问题为主，但此处的神明居之则是另一个脉络的宇宙论之事。和尚恭祝老在此并未有足够的知识性命题以解说清楚，即位为神明鬼神之存在结构予以解说，意味为神明存在与人存有者存在之关系予以解说，只是基于传统一般的认识，以为神明居之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存在状态，故而当进行了宇宙论进入的修炼功夫之后，即当除情欲皆滋味清五脏之后，即认未会有神明居之的效果。到底有没有，需不需要有，如何居之神明，为何，这些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和尚恭祝老的主轴。和尚恭祝老虽言说及此，却不能在理论上负起责任。在中国哲学的语宙论知识发展的进程中，这一部分的工作要交由后来的道教哲学来负责建构的。小鱼甚得第三十二大鱼，老子之旨可以不待，何著天知之则神灵又助不复为待，
本章言神明以鬼神存有者的身份，对于人存有者的无畏凶怀于以右注和注谨言及此如果依据和注的无畏本体论即道生天地万物的元气说即宝经爱气节欲的功夫哲学则人存有者的生命即以得真挚理想的境界此时并不需要一个鬼神的佑助如果有鬼神并有佑助则已另开启一个庞大的理论问题空间问题牵涉甚广何助仅在知识概念上使用并未进行理论论证不若鲍普兹所进行的为鬼神存在建立论证之作因此我们只能将合著中的鬼神问题置于他的理论体系的起初部分不能视为他已经负责的为鬼神存在建立了存在上的宇宙论知识性地位也不能将鬼神存在及其作用问题置入和上公助老的重要理论创作项目之中小于仁德第三十五大于老子直大象天下网何著直守也象道也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宜心归往之矣至身天降神明往来于己也老子往而不害安平泰何著万民归往而不伤害则国家安宁而至太平矣至身不害神明则身安而大寿也本章言神明矣亦有作为者之身份对人生存在的状态是会干预的理想的状态是使神明与己身相安相处并与佑助欲如此当然是守道无畏不过神明究竟以什么样的存在的作用与人存有者发生关系神明自身的存在的情状为何这些之时上的问题何著中都没有交代事实上这也不是何著理论关切的重点它仅只是一个多余的概念在著文中偶尔出现而已并不扮演理论体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小于居位第六十大于老子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何著以道得居位治天下则鬼不敢以其精神犯人也老子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何著其鬼非无精神邪不入阵不能伤自然之人老子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
人何助非鬼神不能伤害人，以慎人在位不伤害人，故鬼神不敢干之也。老子夫两不相伤，何助鬼与圣人俱两不相伤也。老子故得交归焉，何助夫两不相伤，则人的至于阳，鬼神的至于阴，人得保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得交归焉。本文中以鬼神未存在界的真实存有者，但只要人存有者以道守身，则鬼神不得侵害其因何在精气顽足也，故鬼神不得侵害精气顽足于节欲，此守道至要之地。和尚公助老的知识世界中是有鬼神存在的，当然他没有在知识上论说鬼神的存在特性，同时也没有见立人死为鬼的说法，因此他的理论创作可谓纯粹进行在人体宇宙论的基调上，但也就因为他的鬼神存有者身份与人存有者身份没有任何的重叠性，故而合著中对于人存有者的功夫修炼活动，仅以长生久寿为目标，而非长生不死之意。此意与其为建立鬼神存在的知识理论有关。鬼神自鬼神与人有互动，但是人与鬼神毕竟为两个世界，此与神仙道教论于人可修炼成仙的理论方向不同时，这也正是和尚公助老的哲学体系的重要义理形态定位的问题。下节集论和助对于人生修炼的最终目标是长生不死还是长生久寿的问题。八，和尚公助老的长生久寿与长生不死的理论定位问题。在道家道教修炼功夫的发展进程中，修炼成仙的观念开始得很早，但是何者是作为为修炼成仙而建立修炼理论的作品则颇难议定，这主要是因为所需要的基本理论架构是复杂的。所谓的神仙的存在意义是什么，需要厘清，以及神仙所居住的世界是怎样，需要厘清。更重要的是修炼神仙的和理方式需要建构，这些都是理论研究上的重要问题。我们难以见出在秦汉之前的哪一部著作
中对这些理论问题已有明确的知识体系架构的建立。九，一个重要哲学观念的理论建构而言，有知识性的预设而为文本所使用是一回事，但这仍不足以构成完整的理论。要有理论体系的建构，才能使得某一观念成为哲学理论，修炼成仙的知识性，使用在诸多文本中皆有出现，但明确的为修炼神仙而建立完整的宇宙论知识体系及本体论。哲学观念的哲学作品却不易觅寻，抱朴子是其中最有神仙学性格的一部著作，值得深入研究，但他仍非中国神仙学理论的最高峰。在此之前，涉及神仙观念的作品亦包括庄子及淮南子、朱文，但因是集结之作，体系不明，这中间的和尚公助老之作历来被道教神仙学列位重要理论作品，然究其实，它却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修炼功夫的理论形态，而非长生不死的神仙学系统。如何厘清这样的差别？如何还原中国道家道教修炼哲学的理论面貌？如何从中找出清晰的理论架构，用以建构中国神仙学最高境界的理论体系？这些都需要针对哲学史上的相关作品进行体系性研究，从而清晰化他们的理论形态，进而清楚地定位他们的哲学理论在哲学史发展上的角色功能。前文诸节中已见出和尚公助老之作的本体论观念及宇宙论体系，以及他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本节将集中说明和著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它是一个健康长寿的形态，而非长生不死的神仙学的形态。长生不死之修炼哲学的理论建构，应令待他人我们为有透过这样明确的知识体系性格的建定功臣，才能促使中国哲学真正的精华得以呈现。长生不死之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事实，但是它并未出现于和尚公助老之作中，这是一个方法论研究的结论。长生不死之学的理论建构应令见他作，这样才能见出其理
论的真正意涵。十一，和尚公助老，终于助老自言，道可道，非常道。实言未经，树正教之道也，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常道当以无畏养神，无事安民，寒光葬灰，灭机逆端，不可称道。十二，此处所言之自然长生之道，即整个合著之焦点命题，即如何追求一个自然长生之道。问题是在这个自然长生之道基于合著整个人体宇宙学的知识建构的基础，它只能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修炼哲学，而非长生不死、长生不死所需的人体宇宙学知识内涵在和著中是不足以知称的。以下我们即从和尚公助老之作中所提及之长生久寿甚或不死之助文中进行体系形态的理论建构及方法论意义的反省。小鱼韬光第七大鱼，老子天长地久，何著说天地长生久寿以喻教人也。老子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何著天地所以独长且久者，以其安静，师不求报，不如人居处及急求自饶之力，夺人以自愈也。老子故能长生，何著以其不求生，故能长生不终也。论于天地之长生久寿之事者，实为屈天从己之论，以天地之寿喻于人寿，实固然长久。如果天地之外另有天地，则此一天地与彼一天的之久寿长短，即有了比较的标准。此不多论，因为在和尚公助老之作中是完全没有天地之外的另一天的概念的，因此天地的存在的久寿已经是一个认识上的事实摆在眼前。因为久寿是和尚公助老的重要理论目标，故而以此喻教人，重点在如何全解天地久寿的原因。此原为老子本意中是老子以其不自生解之，和尚公助老以其安静师不求报，不如人居处及急求自饶之力，夺人以自愈也。解之，此十一句于无畏本体论下的实践原理久寿，作为一个价值上的目标，是一个落实在宇宙论之释义。
意下的目标在此章中，他的操作确权是一种人际对待的态度。这种人际对待的态度是一个本体论上的价值命题的实践，它究竟能不能达至宇宙论之十亿亿下的九兽的目的呢？在《和尚恭祝老之作中者》，各目的就是借由者各操作而达成的。当然，《和尚恭祝老》在其他篇章中也还提出有宇宙论境路的宝经爱气皆欲的操作方法，后者是更直接的对准九受目的的实践功夫。但是如果没有人即态度的心理功夫，后者的操作可能会缺乏心理准备的环节。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追求并不定位在不夺人以自语之中，那魔光是这种争权夺利的生活态度就大约在身体的活动上会直接背离宝经爱气皆欲的实践，故而无谓的价值态度与皆欲的身体活动在理论上的和够应是有其得以成立的内在根据的。小鱼燕齿第十三大鱼老子即无无生无有何患何住使无无有身体得到自然轻举生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本文中不能是为和尚恭祝老有主张人可以轻举生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这是神仙的能力。此文中认为人始终是有身体的，所以无法轻举生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和尚恭祝老之作中并没有提出可以达至上述境界的功夫法门，以及合著中并没有追求神仙的理论建构。既然人是有身的，那么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保持他的健康长寿，这应是本章注文的主旨，而并不是提出一个追求神仙的境界向往。更何况合著全书中并未提出成神仙的知识建构。小鱼归根第十六大鱼老子至虚极合著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内清净至于虚极老子守净笃合著守清净行笃后 underscore 老子归根曰净合著敬畏根也，根安静柔弱谦卑处下故不复死也。
老子是为父命。何著言安静者，是为父还性命，使不死也。老子父命曰长。何著父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老子之常容。何著能知道之所常行，去情忘欲，无所不包容也。老子容乃公。何著无所不包容，则公正无私，众邪莫当。老子公乃王。何著公正无私，可以为天下王。至身正则行宜神，民千万共凑其功也。老子王乃天。何著能忘德，何神明乃与天通。老子天乃道。何著德与天通，则与道合同也。老子道乃久。何著与道合通，乃能长久。老子没生不殆。何著能攻能忘，通天合道四者，纯备道德宏远，无殃无咎，乃与天的俱没不为殆也。在所有何著之作中答曰：本章之著文是在义理上走得最远的一篇了。然而何著之作中并未有提供必须的知识系统已知，持此著文中之不死即与天地俱没之说的依据。至于本章著文中之操作功夫诸异人语，何著其他文字义理一致，其可达至长生久寿之目的是合理的。若未不死，则是推演太过，此乃对老子原文过度演绎之结果。其著复命之不死，亦指可得未不亡死，不屈死，不早死之意。其著没生不殆之语，天地俱没，亦指可得未在有道者正受之命限中才死去之意，长生不死之意，在中国哲学中乃确有其意之哲学命题。本文屡反对和著有此意，只是一方法论上的要求，以何著所建立之宇宙论之是命题而言，实无之持长生不死之义理之可言者。长生不死之义理应待其他哲学作品所提供的相应的宇宙论知识系统来论理。小于反哺第二十八，大于老子复归于无即何著得不差推，则长生久寿归生于无穷极也。本文即明白用此于长生久寿之功夫目标，此即本节所欲之明之能事。何著知识系统一智性之义理观点。
小鱼便得第三十三大鱼。老子不失其所。这九，何著人能自节？仰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气，则可以长久。老子死而不亡。这寿，何著目不忘视，耳不忘听，则无怨恶于天下，故长寿。本文对老子文本之诠释及准确的定位在爱养精气则可长寿的义理节构上，此亦是本节中一贯提出的和注在修炼功夫问题上的争议所在。小鱼仁得第三十五大鱼，老子执大象天下往，何著执守也，象道也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宜心归往之矣。至深天降神明往来于己也，老子往而不害安平泰，何著万民归往而不伤害，则国家安宁而至太平矣。至深不害神明，则深安而大寿也。Underscore underscore underscore underscore， 老子用之不足。既何著既尽也，未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至深则寿命延长，无有既尽之时也。本文何著中明确提出的修炼功夫的目标即是寿命延长，在守道至深的修炼之后，九寿是在此一宇宙论知识背景中得以确知的结果。小鱼修观第五十四大鱼，老子子孙祭祀不辍，何著辍绝也，为人子孙能修道如是，则长生不死，世世已久，祭祀先祖宗庙，无有绝食，老子修之余生，其德乃真。何著修道余生，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德如是，乃谓真人。本著文前句中所指之长生不死者，应为祖先在死后经由子孙之祭祀的想长生不死的身后之祀，并非修道者得以不死之意。后聚集由修道功夫的爱气养神，则能得其益寿延年的效果，亦即本文所指出之何著之修炼功夫之真正义理定位者。小鱼之病第七十一大鱼，老子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何著圣人无此强之之病者，以其常苦众人有此病，以此非人，故不自病。夫圣人怀通达知之，托于不知者
欲使天下直朴中，朕各守纯信。小人不知道义而妄，行强之之事以自显，这内伤精神，简寿消年也。本著文从反面论说修道功夫的结果，如果不依道义强行伤神，则致简寿消年，反之即是今修道而能得长寿之效。九结论：本文将和尚恭祝老之作对于老学的本体论观念的继承与转化，对于从治身与治国为一世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行上学的接驳，对于合著中最有特色的人体宇宙学进入的功夫哲学的知识建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旁及合著中之鬼神之事定位问题及长生不死与长生久寿之学的意理区分，可谓已见立了一套注释体例的合著老学的哲学体系形态。透过这个义理形态的呈现，我们进行了论究宇宙论进入的修炼功夫哲学的一各哲学史上的重要形态之理论建构功成，以此为基础将能进而处理以神先学为目标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义理形态，他当然需要一个更为深入的人体宇宙学的知识建构，他也更需要一套清楚的人存有者存在结构的转换的理论建构，他还需要关于神仙所注视的世界观的知识建构，这一部分的理论工程是由抱朴子以降至道教哲学的理论建构知识，我们在合著中的努力仅为这个研究工程的起点。文中所作的关于长生不死与长生久寿的区分，即是要指出长生不死其实需要更清晰的知识体系，并非合著之中即可承担者。和尚公英文摘要 Th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n the Lotus Interpretation of Ho Sheng Kun 和尚公 Abstract Ho Sheng Kun was a great philosopher in Han Dynasty. His main work was to interpret the Book of Lao Tzu. In his interpretation, he developed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Tao Dao to be a cosmological
concept ad law. So the concept of Tao was mainly an ontological concept, which means that the Tao is the highest categories of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s. The Tao is a rule. The whole universe should obey the rule of the Tao. But Ho Sheng Kong gave the Tao a new meaning as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He described a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universe in his cosmological systems. He thought that the human body has a similar structure as the universe has, and both have a similar basic matter, which is the qi. People as lives should obey the rule of the qi. The rule of the qi was ordered by the Tao, which is Wu Wei. Wu Wei. Wu Wei means a personality without desires. And the Wu Wei also guides a king to govern his country. He created a way of thinking and made the Tao as a rule _ Wu Wei and a basic matter _ Qi. The way of his thinking has extended long. Zha's concept of Tao and being a theoretical fact in the following Chinese philosophical history. Keyword Ho Shen Kun He Shang Gong Lao TTC Lao Zi Tao Dao Qi Qi Wu Wei Wu Wei Cosmology 宜参见小鱼和尚公章 据之作者与年代大鱼 王卡着老子道 德经和尚公章句 中华书局出版 1993年8月第1版 2.参见拙著反者 道之洞 台北宏泰 北京华文 3.参见老子道德 经和尚公章句 王 卡点笑 中华书局 出版 1993年8月 第1版 以下引文 皆同此书 故不在 注 4. 老子论道的 抽 象性真 义理之说 法 作者曾于 反 者道之动 书中表 述 另又发表于 辅大哲学论集中 参见 杜宝瑞 2000年6月 小鱼中 国哲学的基本哲学 问题意识反省大于 辅大哲学论集第 33期
夜六十三，九十二，五，本体宇宙论事目，先生论于中国哲学的特质的一个表述。形式是以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的终极义理，基本上都是一个同间宇宙始源与价值本体意含的义理形式，故而以本体宇宙论说，此道概念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参见其言，中国的存有论，本体宇宙论是动态的。穆宗三四英说，演讲录，鹅湖出版社，1997年9月再版，页94。另言，中国人从什么地方表现存在呢？就是从身字表示身，也是个动词，身就是个体存在，这样了解存在是动态的了解。所以儒家讲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不是动态吗？因为是动态的讲，所以讲本体论就含着宇宙论、中国人本体论、宇宙论是连在一起讲，没有分开来成两种学问。但西方人讲形而上学分本体论 Ontology 和宇宙论 Cosmology。 穆宗三四英说，演讲录，鹅湖出版社，1997年9月再版，页95。六，实存性体，指道概念的角色功能之一，是作为本体论问题中的价值与意义定位的道概念，意涵已有别于作为本体论的道概念自身的抽象特征之问题，相关讨论参见杜宝瑞2000年6月，小于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大于辅大哲学论集第33期，页63年9月2集。另文，杜宝瑞小于魏晋玄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大于第11届国际中国哲学会 ___ 跨世纪的中国哲学总结与展望 ___ 学术研讨会，国际中国哲学会举办，1999年7月。或参见杜宝瑞2001年3、4月，小于魏晋玄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大于上下香港人文论坛二，2001年4月第8、17、8期香港人文哲学会出版。七，道的实存性体意有创造意，参见杜宝瑞
2000年6月，小于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大于辅大哲学论集第33期，页63年9月2、8。此意作者已表于捉住反者道之动一书之章节一书之中，台北宏泰，北京华文出版。9、相关的讨论请参见捉住小于董仲舒语咒论进入的儒学见，够大于国际孔子学术研讨会，台北鹅湖杂志社主办，1999年9月，该文艺收录于捉住基本哲学问题第七章之中，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10、关于神仙道教的知识理论，请参见魏晋神仙道教胡服撑着台北商务印书馆。11、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提出和尚公助老终有长生不死的思想，本文则以为和尚公主老中的理论观点尚无法成为追求长生不死的理论依据，因此只能说是一个长生久寿的理论形态。参见汤一介教授言，道教与道家相比主要之点在于他把论证养生成神长生不死作为其主要目标，这点在和尚公著中是充分体现了的。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和尚公著以为学道是为了长生不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汤一介，台北东大1988年出版，124页。总之，和尚公著是早期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它既保存了老子书的某些原意，又把老子这部具有哲学意义的著作引向宗教，来论证长生不死的基本教义。因此，这部老子著在道教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汤一介，台北东大1988年出版，132页。12、参见老子道德经和尚公章句王卡典校中华书局出版，1993年8月第一版第一页。小于体道第一大于二32B752087 AAA9 925A4EA304A6F4 7E9FAB2 320